问你个问题，为什么当警察？凶手有很严重的心理障碍，伤口的走向、深度，说明凶手在作案时心里面不是恐惧，而是小心翼翼，还有点兴奋。别在这跟我炫技啊！什么是天才？都是走钢索的人。你不断证实的是别人的罪，我不断挖掘的是别人的心。秘密自己是谁，能看透所有的人，他还会继续办。